好，现在给小斑鸠做第二次的喂食，第一次比较没有经验，现在是把所有的饲料先灌好，然后给他们喂，先喂大的，来吃饭喽，小宝贝，就把他们嘴巴张开，然后给他们灌进去，然后确认他们有吃到。好，来小的，来 baby 来 baby， 现在再问这个小的，这小的比较听话，会嘴巴会自动张开，哎，方向不对啊，这个方向才对，来小 baby， 来嘴巴张开，哎呦，你的比较小啊，来嘴巴张开，啊，来来来。好，我张开来，再一下哈。来，再一下子来，好好乖乖。哦，好好好，来。哦，小孩子疼。嗯，转他嘴巴的方向。来，嘴巴张开。好好好。哦，嘴巴张开了哈，来乖乖。嗯，乖乖哈，吃进去。哦，好，这次吃了不少哈。啊，大的再吃一点来。哦，大的很乖啊，嘴巴自己张开的哈。好，啊，可以可以，很乖啊，很好。啊，这次吃的不错。这是每个确定都有吃到了。哦，很好。好，休息一下哈，大家给你们倒点水啊。好，今天喂食秀的到这边结束。